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瀑布为祸解说三国杀。今天我们看看忠臣，主公选择了袁术。袁术这个主公肯定是非常强大的，毕竟个人能力摆在那，虽然伪帝没有了，单雍氏就可以完爆大部分武将了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在二号位选择了郭皇后。郭皇后这个忠臣坐在二号位是非常不错的，直接可以找主公帮助他们领导。虽然主公挂了加一码，暂时没法玩，但是迟早加一码才会搞下的，对吧？好，如果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找主公来玩这个角灶，那这样掉一滴血就是超级赛亚人了啊，不用掉两滴血。这个超级赛亚人郭皇后的强度是非常高的，在变身之前郭皇后的强度是非常低的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武将非常的吃位置，如果周围都是队友的话，那就非常犀利；如果周围都是敌人的话，非常悲剧。好，这个主公一上来，搞了一下这个周泰，给周泰掉一血补两排，也没有让他亏什么，啊，也没有太多的害这个周泰。我们就跟着主公来了一下，算是强势跳中啊，就是二号位小脆皮强势跳中。但是话说过来，我们三血也不一定是小脆皮啊，虽然你杀我们，我们连牌也不能摸，只是改改技能啊，如果大家都激活我们直接那跪得比鲁肃还快，是吧？但是话说回来，因为我们有威慑，一般来说跳了中也不一定有反应愿意去动我们啊，毕竟不想让我们来变身。好，而且更幸运的是三号位直接是荀彧中啊，我们左边有主公，右边有忠臣啊，主公即使挂了加一码我们也不怕了，是吧？就等着随便谁放个 AOE 让我们变身超级赛亚人霸权之后，这个虚火中会直接给了一个 Q 点，这样的话中会的就这个行为是有点牵绊的。再帮我一次，不慌的标延续大汉的魔运，都是好牌，只有一个闪电是废牌，它是以它的那个好牌坏牌心理。好，哎呦，这是诸葛亮跳了一反贼，将军一回马给射了。此君朝雨一声，诸葛亮看过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夏侯惇，将军一回马一声，此君朝雨一声。大家知道为什么菜刀会断杀了？都被夏侯惇给重铸掉了。哎呦，这个悲剧的序幕，将军一回马一声，被爆，但是杨雄爆五害也不是太亏。夏侯惇直接满口了这个钟会，毕竟钟会这个 Q 点赢得了夏侯惇的信任。钟会也往下搞了下，没有逼夏侯惇也算是跳了一个反啊。贾诩也跳一反就比较危险了，徐玉可能要完呐，他不知道这随机结命的三排有没有三九桃，没有的话直接就嗝屁了。我们也变身为超级赛亚人了，虽然徐玉被射杀了，但我们变身之后一定会那个将为徐玉帅哥报仇的啊。好，看这样吧，周泰，哎呦，周泰还是反啊，这场上反多了一个。那我们猜测的话，应该是钟会之类的，毕竟钟会他这个身份没有跳的特别的明白啊，跳的比较诡异。虽然没有兵器，夏侯惇虽然兵器的时候出了个 Q 点，那他手下砍刀这个贾诩，妾身算是那个定位我大位，像是一个魔虚进退，在这些大家都跳大反的情况下，只有钟会跳的小反，这是给他这么标下。然后我们顶着主公这个 AOE 又卖了一下。我觉得没必要啊，幸亏我们摸了一个桃，否则的话是很难的。好，用这个杀搅到了一个万箭齐发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带走诸葛亮，没有带走，算是耗了满地的一桃啊，又同时打残了夏侯惇。周泰金枪不倒是不会被轻易打死的。然后因为我们郭皇后是矫诏啊，不能矫诏桃园结义啊，可以矫诏桃园结义，但是矫诏了桃园自己也不能加许，不能矫诏桃子，所以这些都是悲剧。那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刚才第二滴血不用轻易卖，是因为你找这个袁术让他来，啊，这个发动他的这个矫诏，让交给他，估计也效果也差不多了。当然前提是这个主公不要瞎搞。好，但是非常幸运的是诸葛亮开了个桃园结义，这个桃园结义虽然给反贼补了血，但是对我们郭皇后来说这一滴血更加重要，因为反贼的血咱可以一起打，而这个我们的血反贼来搞我们，我们死了就麻烦。好，我们钟会估计抓住时间，把这种身份跳了回来，直接将夏侯惇给带飞，啊，夏侯惇估计也完蛋了。我们进入一个欢乐三 v 三。好，这时候这个夏侯惇跟这个诸葛亮发生了这个口角啊，夏侯惇直接说一句：“我离开了，这样也挺好的，对吧？免得这个继续吵下去，这个伤神伤气，直接就离开了，不用再跟他啊这个继续废话了，是吧？”好，然后现在在欢乐三 v 三里面，我们目前来说叫三 v 三硬刚啊，是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是瞬间迟早会反水。好，大家看见我们刚才多掉一滴血啊，也是就是出现了，也是有积极意义的，因为主公又挂上加油，这时候妾身也是挂上加油，自然是能够防赵书大刺，但是
不得放肆。他挂加一码，如果我们不是再多掉一滴血，多受一滴伤害的话，就没办法在自己玩这个脚招玩的这么嗨了，就只能找出个量了。那就请再帮我一次。好，因为我们自己脚招延续大汉的国运吧。送过来了是吧？这些人对我们的脚招显然没有那个理解，直接把物流马传给诸葛亮，那不是就是来送我们的吗？你离得远一点，我们还只能用过柴是吧？你离到我们旁边了，直接我们就顺手牵羊顺到我们祖宗方的手上来了。然后这个内奸很幸福的在这儿，那天下记住了，好，我手来啊，我多开的窗子差不多没料，这个怕直接搞熊，该顺就顺，该防就防，一个火攻，他居然没有梅花牌，没有命中，就传给我们这里。好，这时候妾身诸葛连弩缴到一个万箭齐发，下策诏书在此。这个请不留马再次传给主公，实际上有点危险感觉的话，如果你这个外界发去内奸要反水的话，怕扛不住，有点由于诸葛亮可以打理中会，也可以打理贾诩，还有韩沙，光靠一个逃还怕你扛住，哎呦，尤其是那个九杀下来啊，我们这个担心摸牌是一次伤害，摸一张牌啊，这个作为卖血技是比较弱的，这个担心的主要作用就是修改脚招，让我们变身超级赛亚人。你看，我果然没有留这个慕容宝，眼看要完的节奏，还好家主没有太暴露，家主是关心诸葛亮的身体，不想把诸葛亮给搞死。实际上，我觉得家主绝对应该开暴露，当然他也不知道我们的牌啊，毕竟有两排有杀的几率还是比较大，也不能苛求家主是吧？但是你不搞死我们，让我们动，马上我会搞死你们啊！我们郭皇后是什么人？这点小伤是应该是有点啊，这个概念是吧？这一个九杀带飞金枪不倒蓝，然后直接二十三，不管内奸了，我丝毫不在乎。你内奸要条反，直接跳，把你给逼住。这个万箭一放，直接把诸葛亮给放死。这个内奸连八卦都不看，打得非常的奔放。一拳五拳，聊那么多拳干嘛呀？你要爆发不？你要每回合都用拳不？啊，这个借刀被诬陷了，看看搞不搞？哎，司马一族一个杀，有两个杀在手上。然后刚才我们有点小小的失误啊，我们弃了两个红色的杀，就是我们刚才缴到的时候完全可以用红色的杀来缴到，贾诩为母无法发挥是吧？好，这时候贾诩作死的挂了藤甲，他以为藤甲可以挡这个荀攸的 AOE， 但是我说过我们是加强版荀攸，加强版荀攸不光能放 AOE， 还可以随时掏出火杀，诏书在此，一个火杀不得放肆，贾诩挂了啊！再看看周慧有没有逃啊？周慧没有逃，没有逃的话，我们下次再火杀啊，迟早能够把你给烧死是吧？好。然后那个搞完之后进入一个二 v 一，这个二 v 一中会就比较难了啊！当然他还有四个拳，每回合摸四张牌，还是有点难打是吧？哎呀，这个无懈有点妥了啊！主公拿一逃，我们拿一无中，非常的爽。连环就铁锁连环，看看他怎么搞一个火杀，主公闪还有杀，还有个雷杀，哎呦，压力反正手上还有一个妾身，我们又可以担心定位我大位，打牌屈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看看他这个玩法，主公。一传，有激光没有激光，一气，好，这一血四排的中会，争取一波把他带飞，手气就非常的不错，两个无中在手，这都不用脚招，啊，这直接烧就可以了，就一烧，中会的方片中，还有两张方片啊，如果没死，再任意用一张方片闪，或者用方天画技再脚招一个火攻，还能再烧他一下啊，这个妾身也是逼不得已，真的九毫方才出此下策。二号位忠臣郭皇后发动了他超级赛亚人的这个威力啊，这个钟会被两个加一码给卡了，还有个诸葛连弩也用不了是吧？好，这时候我们非常犀利啊，变身之后你藤甲也挡不住我们啊，那个自也可以不光缴到冷门万箭，还可以缴到顺手过拆，还可以缴到火杀啊，虽然缴到酒缴到桃没有用，但缴到火杀还是非常实在的。好，第二局我们回到主公的主视角啊，而且这是军争第一主啊，我多次强调过 ，N 多次统计结果都证明曹丕目前来说无可取代军争第一主是吧？虽然有一些非主流主公目前胜率可以盖过曹丕，但是实在是他们的出场次数远远不能跟曹丕相比。好，二号有个春哥在，肯定就一刀杀过去了，那还犹豫个啥？但是二号为春哥啊，其实还是可以选的，对，在曹丕组是可以选来。当反贼的啊，因为曹丕压他一滴血是吧，把他搞一搞，顶多给他开技能是吧？第一回合曹丕是很难翻面二号位张德华的，除非他火攻自己，火攻
公司代价还是比较大的。好，这个春哥万箭也一文为示范，这个啊、行为示则。邓艾本来不用哭，结果他木存一文桃也差不多了，是吧？好，啊，三号位鲁肃看他是什么搞法，直接摸两张没有耗失啊。他如果耗失，只能选择春哥，但他却没有耗失，挂一堆装备，非常低调的过了。我们很希望他要是我们忠诚，那是最好，也没有了啊。当然这都是不一定的，要再继续看看再说。他万一是反贼，怕耗失卡招划了伤势了，算是，这都是说得过去的。好，既然鲁肃保镖啊，这个服完四号位五号位钟会的恩怨情仇就更不好聊了。钟会一如既往的非常低调。好，荀彧终于不低调了啊！这个驱虎 K 点，鲁肃用的是个九点来压了，抓银雪是我们的忠臣啊，荀彧忠啊。不用说，非常的好，是吧？因为一上来直接挂一个藤甲，我觉得没必要啊。他可能刚第一次被这个张春华啊，这个万箭伤到了，是吧？藤甲对付张春华的神器，但是面对别的啊，这个反贼的打击就有点伤了。何况他还没闪呢，直接掉了两血，只跟我们结命了两张牌，非常亏的啊。好，这个刘协一下子也跳出一个忠臣，把春哥给乐住了。不做让我们跟春哥拼点啊，用个接点，春哥故意出小点，出个 A 点啊，肯定是有货的，是吧？就是有这个牌可以伤势的。好，我们这一个九杀，记住不要用调息键啊！我不知道主角哎，好像发动调息键就错了，正好不逼他把卡伤势的牌给扔出去了，反而降低了你九杀的命中率，是吧？这个桃子也没必要留啊，可能觉得要给这个荀彧，是吧？哎，结果春哥运气不好被闪雷给劈了啊！伤势一个九，要求两个桃，是吧？看看福完给桃的话，福完就是反，朱慧再给桃，朱慧也是反。没给毛，兴修水利，知道垦辟荒野，居民并分，乃国之大事矣。鲁肃里面就一中一反，希望这个中会反，一中反最好也不过啦。结果鲁肃跳了一反，领足江东，以观天下。因为这个荀彧跟这个刘协要是内奸，也不是说不行啊，我的录像里出现过，但是毕竟过上非主流，先这么个标准。好，刚才桃子留着不吃，结果悲剧了，是吧？直接被撸到春哥手上去了啊！这一撸是亏大了啊！不别看牌张上面我们只少了一张牌，春哥是两牌换补三牌，但春哥伤势之后他两牌变成了五牌，是吧？这还是非常的悲剧的。好，这个钟会跟福完继续恩怨情仇啊，这两个人都互 K 啊，然后荀彧这个驱虎我们知道绝对死不了啊，我们刚才不知道为啥没吃这个桃，结果被这个撸到张华那里去了啊，看看这次我们的杀能不能起到作用。好，这个荀彧藤甲顶藤甲是吧，看样子挂上藤甲，挂上龙椅拖下来拦啊，结果邓艾再次掏出一个火杀，我勒个去，这回咱们还是铁锁状态下的火杀啊，这两个桃我们掏不出来了啊，这诶哦，这只需要一个桃，那还好，那还好。这荀彧这一补的话，给刘协补了三张啊，给自己补了三张，我觉得他还不如给我们补两张了啊，因为他这个三张要等到用，那不知道要等到啥时候，是吧？这个还不如给我们补两张，我们可以马上用。好，是说鲁肃虽然被翻面，但是人家装备好，没办法。也还是选择搞春哥，结果我们再次手贱的发动了雌雄双股剑，又让春哥可以把卡丧尸的牌给弄去。最后这次千万不要再发动啊！你犯一次错误可以，犯两次错误咱也算了，你再犯第三次错误就不行了，是吧？这种刘协打了一个不要用武器，他这句话是打在我们之后的啊，我们是先是没有发动这个武器的啊，你看。春哥行伤的是个伞啊，这肯定是在一血求逃的时候他伤势上去的伞啊，如果我们发动了雌雄双股剑他又会躲开啊，这一次是吧，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，春哥不是能够轻易调戏的。好，就是福完啊居然裸摸了九雷杀，哎呀我勒个去啊，这荀彧扛不住了啊，这终于荀彧被这个藤甲坑死了啊。藤甲一般在单挑的时候、啊、或者在残局对敌人少的时候是比较犀利的，毕竟火杀比较少啊，但是在人多的时候，文为示范，行为示则，感觉就大了。好，最后钟会要一个决斗啊，压下福完，看样子要先打福完了吗？但福完手上没牌呀、啊，没法跟谢帝搞起来，是吧？估计谢帝要用离间的形式搞这个福完。现在鲁肃这个八卦阵是相当的讨厌，哎呀，这个顶着八卦阵搞鲁肃啊 ，K 碰 Q 这八卦阵判红啊。眼泪流一地呀、啊，流一地呀、啊！这真是拿这个鲁肃没办法。如果拿这个鲁肃没办法，这福完这个零牌就马上要跟钟会进行一次交换啊！这九杀没舍得用，牌弃了，留着啊！因为钟会是三牌啊，我们估计鲁肃不会低上我们的牌。曹军不可惧，说哎，这个我军断不能降。给了福完，
突然还打了一个悲伤的表情，你这有什么好悲伤的，这稳赚不赔呀、啊、那再怎么烂牌也总比零牌好啊。不过中会也表示确实是垃圾牌是吧，中会手上留的垃圾牌是没有问题的，它是可以制衡的，掉血的时候可以把垃圾牌换好牌，那福丸手上垃圾牌的真垃圾啊，中会看样子这一杀是必然命中、啊、看样子这个福丸手上是没有闪的啊，不知道有没有杀、啊、好看看这个邓艾这个犹豫四两田状态，哎，直接卡了，哎呀，在关键的时候，老天帮我们了啊！这邓艾绝对是卡了，这个杀，他无论是给杀这个刘协啊，然后可以用来传木马呀、啊、也好，都不该是这个结果。好，这个刘协来，老子跟福丸拼，福丸果然手上都是武器，对吧？一个古灵刀啊，看样子说还是个武器，这个九杀可以带飞福丸。咦，结果我们选择赌一把，带飞武术，我们觉得带飞福丸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，但是。树不死啊，咱们联盟是常人大忌，八卦非常神奇的判黑，这绝对是神奇啊！如果赌出八卦判红，大家猜会什么结果？这刘协中会会喷死你啊！那绝对是喷死你啊！都直接能够干飞福丸，你非要去干这个八卦赌术，结果八卦判红啊！所以人生就这么奇妙啊！你成败论英雄啊，英雄自以成败论是吧？这个历史上有很多那个人物，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才能不如敌人，那只是因为他们失败了，所以他们在这个胜利者的笔下就变成像狗屎一样啊！我们刚才很幸运的成功了，把这个鲁肃带飞了啊！我们刚才如果八卦判红，我们肯定在被钟会跟刘协肯定有人会把我们骂成狗屎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抓住机会，这一次一个拼把福丸给带飞，福丸弃了一个小点的伞，留了一个 Q 点的伞，但是没想到我们有 K 点，还是让他吃了憋。现在进入欢乐二 v 二啊，这个欢乐二 v 二还是挺头疼的，但好在咱们其实状态不一样，好在我们的主攻多一滴血，是吧？这么多装备啊！行修水利，肯辟荒野，不敢打。居民定分，乃国之大事矣。状态有点愚蠢啊！不过不这样搞又怎么办呢？你迟早他得觉醒，是吧？你总不能一直不碰他吧？然后去碰这个中会，克服山险，干脆奇袭敌后。算了，刚才这个邓艾这个血绝对是白掉的，但我们反正也要弃牌，灌石灌灭，轻甲急行，随我破敌。一滴血，对，神兵突现，顺啊顺，防不胜防，这顺了，没顺，不灌之斧。刚才他估计手上有货，借刀杀人啊！咱们不给杀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刘协还可以摸两个牌，哎，正好摸了伞，邓艾估计啊鼻子都气啊，刚说他鼻子都气完，结果他还要借刀杀人，这就没办法了。怪师傅终于落到了邓艾的手里。好，我们现在欢乐二位面对两个难啃的骨头啊，一个钟会，一个邓艾，都是我们曹魏后期的两个英雄，是吧？然后这两个人都在灭蜀之后就开始互相勾心斗角，结果都把自己给玩死了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不知道从谁下口啊，这两个都会把你的啃不动，都会让你崩了牙。好，我们看这个邓艾有木有马，这个一直搞啊，现在怕的就是刘协先被他们推掉。好，邓艾忍不住一个拦了怒心，那赶紧把邓艾一翻。我们既然选择了翻邓艾，邓艾啊，明显我们待会儿就是要搞这个邓艾的节奏了，是吧？邓艾把罐子斧挂上，再把手上弃掉。好，估计刘协争取能把他的八卦阵给搞掉了，就是密招了。哎呦，没有搞的八卦阵是密招，两排密招，这个文为示范都不怎么行为示则，真会是无所谓啊，权宜之计。制衡掉是吧？我觉得还不如啊，他可能觉得我们三血、啊、拼输了划不来啊，这邓艾还有灌石斧是吧？我们赶紧吃个桃，保存满血、啊。这时候让刘协放心的拼，我们还机智的留了一个火攻中，看情况再说。现在火攻命中率比较差，没有这个没有方片，也没有梅花，千年不息。刘协天命我都不想换了，这牌都是好牌。好，这个钟会弃了牌，一个杀一个闪，可能牌还不错啊。好，留下一个过山桥，能拆了八个字。清修水利，砍辟荒野，还有居民定分，文为示范是以行为示则。再一个顺，哎呀，清修水利，砍辟荒野，居民定分，乃国之大事矣。和放点蓝蛮，你有蓝蛮，你说罐子斧干嘛？哦，他可能想着把罐子斧文为示范手上，行为示则。这次给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法灌的，你觉得吗？哎呦，我们曹丕更直接啊，把罐子斧给拼出去了，砍辟荒野，居民。定分乃国之大事矣。这两个人显然互相之间缺乏默契，是吧？哎，但是我发现这个蓝蛮之下，钟会卖血卖得很嗨啊，卖的只剩一血了啊，我干脆调转枪头，这下打了个钟会一个措手不及啊！这家伙一直看我们在激活邓艾，翻面邓艾，乐不思蜀邓艾啊，自己在那里 happy 的卖血。他显然刚才是有杀没有出啊，在打的时候又卖了一血，结果直接从裤裆里掏出一个火攻来，交
教他做人。刚刚这个 One Around 的麻烦事现在简单了，已经被我们啃死了一个，现在只剩一个邓艾就好说了，何况这个邓艾还是中了弄死鼠的这个邓艾啊。好，文为示范，想想搞他，行为示范不要紧啊，你拿一个 K 点你留啊，拼赢了我们直接把你给翻了啊，我们拼输拼赢都能啊发挥作用是吧？这时候可以把桃子吃了，再保持满血。好，其实镰刀也能发挥点作用啊，虽然没有冠师傅那么这个表保持命中，但是至少还是可以赌一赌。哎，概率，这主公是怎么回事？在紧张的时候，这个老是出现一点失误啊。这时候桃吃了呀，这待会儿再拼输直接一排翻面啊。好，这时候游邪再来一个 K 点 B 照，那我们就必须要拼赢了，就不考虑拼输了。最好拼水利，加上八卦砍荒野，居民定风，八卦乃国之大事矣。死鼠，再来挂了。所以我们在如等小人竟无我谋反，本来看着这个形势比较难对付啊，两个比较难啃的反贼，一个反类，一个邓艾反，一个钟会反。邓艾抢了我们的装备变成一身神装啊，这个钟会一直在那里很 happy 的这个满血的卖拳啊。我们不知道啃谁的时候，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，明修明搞邓艾，暗偷钟会啊，这个让这个钟会在失于防范的情况下被我们一个火攻带走，然后后面我们跟刘贤两个人玩的爱就比较简单了。好，第三局我们该看一看内奸了，这是小胖主公八号位内奸啊，这选项框里面啊，这个好内奸特别多呀，这我们直接选择介赵云。介绍云在刘备小胖组啊，他不光是一个防御型勇将是吧，等到他们有机将之后啊，这个介绍云还是一个进攻型的勇将啊，当然我们不是忠臣，只是一个内奸而已啊，这个帮主公帮到一定程度就差不多了。二号位区域非常的低调啊，不知道是战术性离线还是真的离线啊，直接把这个这么多好牌都给弃掉了。好，钟会倒是跳了个反贼啊，这种反贼对我们内奸来说总是一个头疼的事儿啊，这以后要慢慢的搞啊，这个要看这个要看情况啊，看这个机遇能不能把他给搞死。好，剑元鼠很低调，没有发动裸衣啊，摸了个古灵刀砍了一下元素，然后把元素给乐了，没有乐主攻啊，这不知道是跳的啥，一般情况下来怎么会是跳中啊，乐没有乐主攻啊，他不砍钟会，忠臣不砍钟会反也说了过去是吧。好，我们的刘表直接一个自首、啊、这个身份是不知道的，看元素，咦，这个主攻替元素打了个无懈，结果元素跳反啊，这主攻就在这里瞎激动，你这个激动个啥呢，谁告诉你这个元素是你的名宗啊是吧，这是怎么个数你也不该随便打个无懈，当然这都是乐不思之后 的事情了、啊、结果他替元素打了无懈之后，元素直接拿着投桃报李，这个以德啊，以怨报德啊，反而添了个弄死在小胖子的。好，这个姜维又跑了一个反贼，第三个反贼出来了，后面这个刘表跟徐运里面就推反了。哎呦，这正好有个朔青阳，先把这个乐顺过来，还给元素，还给元素，感觉都还的后面一点，还不如还给钟会呢。钟会待会儿是满牌启动的，是吧？好，这个铁锤机子的留着了，看情况再说。刘禅肯定是不敢放学了，是吧？这。好，这一个杀姜维用寒冰剑啊，我觉得可以存着，得防挑衅的、啊。挂出一个寒冰剑，肯定是要被姜维给挑的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看这个荀彧，咦，这个荀彧刚才卡了，这回又继续低调。我去，这荀彧这个打得够猥琐，我都以为他是累了啊。要不是我们头上有一个蓝色内奸标记，我真要给荀彧你标累了。荀彧表示自己是真卡。啊，你们钟会来进攻剑元所，剑元所中了碧梁春弹，哎，不用说了，这将基本上废了啊。好，我们看看刘表到底是忠是反，里面有个诸葛连是比较吓人的，这个顺还是顺啥？哎，顺手牌。刘表是忠臣，好，这样的话荀彧是反贼啊，这个荀彧一直在离线，算杀，给我们松了一口气。好，这个刘表这一杀没杀，两杀，哎呦，发现这个元素是个无血元素呀，这么厉害的这个元素，在刘小胖面前变成了无血，有点没法玩了，是吧？这个是我们两点伤啊。人家摸五弃三，布下手牌，刘表防御牌，可以的。希望刘表后面再能给点力。你看小胖这次被挑衅，没有杀了，这个寒冰剑就白白的被搞掉了。这个姜维实际上没必要搞这个小胖的寒冰剑，是吧？你这小胖这个放权的挂一个寒冰剑，你正好不停的挑了手牌，这该多好呀！好，我们这一看，场上形势不明，直接就过了。多亏了爱卿啊，估计会一切听凭相父做主。猜到，这连酒都弃了，不可有战事。刘表显然是把杀用完了，这一次来了个自首，弃了一下这个两个伞和一个丈八。此乃徐这个巨虎之计，这个打谁打自己啊？给谁补牌？我去，荀彧是忠臣呐、啊，给小胖补牌，那我们知道了啊。这个介徐楚他是反，那只能是这样了，是吧？这说明这个徐楚
第一次盲狙这个元素是一个自认为比较高端的玩家，高端玩家都是认为元素在小胖主民中啊，当然这个主公也是个高端玩家。哎呦，为什么这么多高端玩家？因为这是个置顶房啊，大家看这个房间是有名字的，叫明日落红阴满径啊，就说明在置顶房里面高端玩家是很多的。结果但求无恙，刘禅这两个高端玩家都向大家展示了他们的低端，啊、都长了自己的脚。好，话不多说啊，元素他这个荀彧这一。这个忠臣一跳，心里感觉妥了啊！这个借学鼠已经是不行了，已经是基本上是需要的节奏。我表，待会儿小胖再一放权，这个荀彧待会儿有他们受打算。当然小胖也不一定放权，毕竟荀彧给了这么多牌的。好，是说姜维倒是觉醒了，看这个觉醒姜维，肯定他的发挥是不错的。哎呦，这还挂了一闪电，我们这个铁锁连环难道要起作用了？好，看这个闪电要劈我一下，皇上将军在此，这个麒麟弓我们直接展示了，直接我们死。那个没收了是吧？这麒麟弓，好挂上。这个麒麟弓估计是去杀袁术，还是去杀这个许褚？只是挂了不动，因为这些我们可能想杀袁术，但是一个黑杀是吧？好，这个小胖果然没有再放权了是吧？毕竟这么多牌，把徐玉的那个兵粮给拿了。哎呀，这个蓝蛮入侵爽啊！这个刘表这个忠臣不怕啊！这个许褚啊，给要哭是吧？然后这个袁术也要哭，姜维也要哭，我们反正可以发动技能。好，徐玉再次离线，看看他不是记得在装，这确实是卡的。好，这个钟会卖下权，实际上这个刘禅也没必要这个遗憾啊。这个徐玉就是一排的，海角天涯无对，没有劫命空间啊，顶多这个就损失一排而已。刘表没有空间，我们也没有空间，刘禅是更没有空间。好，看徐玉这个回来了，徐武借徐褚估计是要打这个袁术了啊。袁术这武学也不精，乐不思蜀这个样子。好，这个乐不思蜀啊，徐玉这一轮的行动还是非常犀利的。看看钟会，咦，乐不思蜀中了啊，徐褚基本上没啥戏了啊，你躲一下也干不了啥事儿。好，干脆觉得自己确实躲一也干不了啥事啊，这个铜甲是吧，干脆就直接摸牌了。好，这时候能挖盾体现规律了啊，这三个黑杀全部拍向金鱼鼠，看他死了还是没死。咦，钟会居然桃子直接瞧到金鱼鼠不大了啊，这个刘表也没办法，只能拿出自己的红杀了。这下子金鱼鼠还有一个桃，我去，刘表说算你赢了。哎呀，是吧，麒麟弓一半要发挥作用，一元素不给我们机会，直接把金鱼鼠给收了。许褚将死，收吧，你收完之后找了一个这个链子三啊，这关心你千万不要有闪电牌。哎呀，姜维中两上三下，就是他没有看见这个闪电牌。虽然他把祖宗内全部铁锁，但这个闪电只能靠天派。老天不帮你，我们直接全部这个连起来，火攻刘表，漂亮啊！这一烧是吧？刘表烧两血啊，这个祖宗啊，等于除了钟会以外，所有人都掉两血啊！我们掉两血，这个刘禅掉两血，荀彧也掉两血啊！这个死了就算了啊，我们不管了，是吧？刘表还救了，这一救荀彧的劫命，劫刘表是两张牌，劫刘禅也是两张牌，两血换四牌啊！姜维也掉了两血，求求逃！刚才在借徐褚的时候已经逃耗尽了，元素也来收了借徐褚，也没有拿到桃子，这一瞬把闪电给顺来，我觉得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的有利，就不要这个闪电了，免得这个闪电出什么幺蛾子。最后一杀，想把这个荀彧给带飞啊！我觉得这有点着急了，你这最后你没杀了是吧？当然我们就靠自己的威慑了，虽然我们没有杀闪，但是反贼方和主人方也不一定会动我们，是吧？好。刘禅再次多牌启动啊，用青龙偃月刀想扫飞袁术啊，结果只有一个杀就没货了啊！既然一个杀没货，你还不如九杀呢，这何必呢啊？好，这个荀彧看样子继续啊，这回不是卡啊，他真是干不了事了啊！想驱虎只能驱虎我们，但我们肯定会给他一个 K 点的啊！但是好，这时候钟会拆了荀彧的杀八卦阵，一个九杀，荀彧没闪了，估计是点了个头管，直接挂了，两桃是拿不出来啊！钟会也替我们打了下工，做了下贡献，所以说刚才。我杀徐一刀有点无聊啊，这种忠臣没必要花卡啊，自由反贼对付他，反贼怎么可能放弃这种忠臣不杀呢？然后这个到袁术的时候了，袁术的时辰也到了。哎呀，这刘表真是，我们没有杀闪，但是有的就是威慑啊！这个在刘表面对介绍云的威慑和这个钟会的威慑之间，选择了钟会。这可能一个是我们俩，我们跟钟会都有防御威慑；第二个钟会毕竟是反贼啊，反贼死了是有三排的内奸死了，除了把人打空没有什么作用是吧？好，这个
铁索连环，你们准备用朱雀羽散了。他有无限，我们也有无限呀、啊，是吧？这一个反无限连上了钟会，刘表还有无限，哎呦，我们再来一个无限，哎呦，看样子我们刚才那个不留杀留两个无限确实是正确的呀，这下霸气了啊！最后靠着这两个无限，终于把钟会跟刘表绑上了。收了钟会之后，刘表啊，这一下子也要完了，他要求两个桃，是吧？他自己一个桃死掉了，最后这个红叶带兵了。如果主公是梅花或者方片的话，哎呦，主公是个酒，那还带兵不了。再让他活一个回合吧。好，我看这个刘表，那这个刘禅来不来啊？这一个杀，我肯定是龙胆出龙，一下子又一把活回来。你要不要再追杀？你追杀我们再来啊，或者我干脆不来了啊，直接卖，随便摸一张基本牌就完了，是吧？行，杀杀，随便摸了一个基本牌一个伞，现在就挂了。最后那间借道于终于笑了，最后那局还是很高端的一个局啊！最后发了一个海角天涯无对，明月啊，落红，他这样那个日是一个肥肥的胖胖的一个日，写的是明月落红已满尽，是吧？这个置顶房高端玩家借血鼠跟刘禅展示了这个盲无懈啊，这个盲杀的啊盲狙的一个风采啊，不知道大家看见了没有，是吧？然后最后我们这个内奸的风采也很犀利，果断火红自己全场大吊血，然后靠着留的两个无懈准确的捆绑了钟会跟刘表。当然这里也感谢这个刘表，最后那么多杀的时候没有选择我们内奸做目标，选择了钟会做目标，毕竟是内奸啊这个身份的嘲讽，加上我们的这个防御威慑的这个能力，是吧？好，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下期再见。